智利的夜空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闪光，而当地学者表示，这是一颗被重力吸引下进入地球大气层后燃烧的小陨石。而智利首都的不同地点都目睹到了这一个现象。新闻最后一起带你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再会。